哎呀，哎，小琴，<笑>还叫阿姨呢？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们李家的种，那就是我的儿媳妇儿啊！<笑>我哪有那好福气啊！大力哥家里还有个明媒正娶的老婆，别提他啊！替他我就生气。小琴呐、啊，等你大力哥忙完这段公司里的事儿，我们就把你接回家。<笑>回家就好了，好好养着啊。然后啊，今天我们就是来商量商量要接你和孩子回去的。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要我说啊，干脆直接把小琴就接回家去，我就不信她爱卿还能怎么着。你说是不是？妈，您听我说啊，您这口气啊跟我们两个出行，但是回家了以后见到爱卿，您得忍着点啊。哎呀，阿姨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说说看。 呀，妈，还没睡呢。啊，一会儿就睡了。你要出去啊？我去给大力送点东西。啊，去吧。喂，小琴呐，他出门了。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。你在家等着我啊。 等会儿你就把人带到这儿来，后面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。吓吓的还是来真的？直接办了他。钱呢？钱的事情你完事之后再说。你先去吧。爱卿啊，我看你变成破鞋，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 是不是他让你来的？他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五万。真的？对，这次在我包里，我帮你拿。人呢？让他跑了。你怎么能让他跑了呢？少废话，给钱。哎，一事都没办成，我给你什么钱呀我？不给钱，那就换成方式来赔偿我。你要干嘛？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我那天推你了，你让大力哥把我辞了？怎么会呢？姐不怪你。姐，你让我回家吧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了。哦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就是姐有点为难。
我婆婆最近在找保姆了，你愿意回来做保姆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姐。太好了，那姐带你回家。谢谢姐。走走，回家，回家。啊啊！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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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慢点。啊，走走走。